叫 Hendrik， 我叫 Julia， 我叫费卡，叫费。请大家观赏。红灯加油，红灯加油，绿灯加油，绿灯加油，这是三分比赛呀。原来是红灯过和绿灯过的动作，整台比赛共斗者，感觉先到达。修脚是必的必活。听说很辛苦，闲聊吸引大堆水，还会八连并边走，最后是就撤来的，你只在南站出来。来，哦，八爷有什么好？好嘞，好嘞。比赛棍斗准的斗之门，决定去敌部合作，他们一个穿一个，斗不只有，这又摆在对外，对外为的有一个小红勾，用细细小票的嗓音说。终于大家帮乐，掌声鼓励。小红高手就两边连者，接受阳光、雨水和共同的爱心，大约站约告约状。有一天，当小红豆正在做的，突然听到有小朋友的笑声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一群小孩儿，一边就是零食，一边在玩玩具。喂，你这里豆酥好不好吃？不好喝冰棒跟你换。小孩哥又是一看，小朋友手上这里豆酥，不就是像以前那些跟他一起玩的吗？他再转头一看，好多冰棒上那一粒红豆，他也够认的呀。红豆、绿豆，再见了！小红豆眼睁睁地看着小朋友把绿豆酥和红豆冰棒一口一口地吃下去，心里好难过。他安慰自己：“没关系，我会更努力地长大，结出更多、更多的豆子，让东东国的豆子越长越多。”小红豆长满了睡的孩子。而且纷纷坐着，努力发芽长大，这不完了。
别叫红豆冰棒绿豆树了。看。